降头的是肯定要忘记怎么去开了，所以说就是说忘记开开了什么不可能。所以呢，第二，所以上个星期哦，玩到一半的时候，哎，然后我就倒下一届啦。上一届呢，我玩的是一款 Roblox， 没有错，是一款 Roblox， 我是我不想出来的话，所以呢，我玩下一届的打架。打架游戏啊，很香啊！第二天先打，我听到一个，呜呜，这什么鬼？这什么鬼？哇！抢险，这什么游戏啊？等一下，这个我不懂，算了啊，这几 level 过后，我不知道想什么啊。我这几 level 最强 level 啊，我这几 level。Ready, fight!Yeah!
多陪邻居，我不要。一百四十。哎，西游狼魂，差不多该开始不是？都是没错。一个字，绝。